本届香港小姐竞选的冠军就是李善培小姐。哎，周公子，点啊？睇啱边个未啊？黑衫呢个咯，上届嘅港姐嚟啊嘛。可以借个货俾我吗？我结咗婚噶啦。乜？你太太唔俾你借货俾人嘅咩？唔系，我系怕辣着自己啫。咁我泼嘅黄噶啦。咁我要橙色噶啦。喂 ，George 啊，真系唔要？嗯哼，唔好后悔喎。而家唔系办纯情嘅时候啊！嗯，大家三唔识七，同做狗有咩分别啊 ？Visa 定 AE 啊？我用 AE 啊！哦，一样啫。点啊 ，Ricky， 信用卡都得啊 ！Hello，Hi，Hello， 我系 Leslie 啊。Hi。喂 ，George， 而家搵翻件都未迟噶。哎呀，行啦，人哋一张私家台，自己匿埋开波啊！你有冇谂过我哋今晚之后会点啊？点啊？等我话俾你知啊！嗱，上得几次床呢，你就会厌噶啦。然之后你就会话俾我听，你好忙，唔得闲揾我。咁正正好，咪无疾而终咯。嗨，咁啱啊！嗨，拜拜。唔使啦，我都系唔见得光噶啦。嗰只嘢有咩好过我啊？佢姣啊！佢喺床上会飞啊！佢系咩货啊？嚟啦嘛！嚟啦！我叫你嚟啊！嚟啦！先生，你俾咗钱唔玩，好蚀底噶喎！你惊啊？我有做定期检查噶。用你手撥停了痕，用我體温親送贈，這一刻比一生痴戀更深。是你闖進我生命，修補。天光了，應該清醒了。你能不能夠習慣每一個新的早晨？保持原则，五十年不变。咁你做紧赵女郎，系你当选港姐之前啦，因为系当选之后。之后，你系藉住香港小姐嘅名衔去做高级应召女郎？唔系，绝对唔系。我可以证明佢当晚唔喺凶案现场，佢根本就冇杀到人。你哋唔好逼佢认啊！